比例啦，心脏病会发作，心脏病有信心两个啊，你啊那边烦恼，要帮他报捷步就好了，三百公分手啦，一个一挂心脏病发作，背手的遭殃，你管我了，你总报，哦，赢半圈，赢半圈，你加油快点，我到最后一圈了，比例。没有，到这一圈去太夸张了。人家现在有很卖力跑，你也关心心脏病的、啊。哦，对啊，他心脏病，我病。他的指头他都有看，很棒。